有咩趋势？我哋今日放假要六点几七点钟起身，就系要出发去东龙岛。而家我哋要扮反声去呢个三家村先，跟住再喺三家村嗰度搭船入去东龙岛。希望讲一次啦。首先去鲤鱼门揾个停车场泊咗车先。鲤鱼门呢度咧有个露天嘅停车场，就平少少，$15一个钟咯。哇，又系咁啊！好赶时间啦 ，run， 加油 ，Kobe！ 啊，讲得切啊，好讲啊，好讲啦、啊，记得都提一提啦，狗仔就要戴口罩或者系要入袋嘅。早餐先，非常好。我哋就系自然环境啊！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食个早餐先。去元朗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三。佢自己跳落水咯，好搞笑啊！香港版海女啊，成个摊问好多海草嘅，喺海带群咧可以捉到海胆噶。下次等我哋都拎个浮潜镜嚟捉海胆先。